开经济，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行如来真实道，愿证如来真实境。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摩本师释迦牟尼佛。愿我及一切众生，今未来际，遍一切处，身、口、意，自然流露佛知、佛见、佛智慧、佛境界、佛功德。愿我及一切众生，自然契入如来知、如来见、如来智慧、如来境界、如来功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74，入法界品第39-15。尔时，善财童子于大愿精进力救护一切众生业神所，得菩萨解脱矣，意念修习，了达增长，见次游行，至蓝皮泥林，周遍寻觅彼妙德神，建在一切宝树庄严楼阁中，作宝莲花狮子之座，20亿那由他诸天恭敬围绕，为说菩萨受生海经，令其皆得生如来家，增长菩萨大功德海。善财见已，顶礼其足，合掌前立，薄言：大圣，我已先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修菩萨行，生如来家，为示大明。彼神答言：善男子，菩萨有10种受生藏，若菩萨成就此法，则生如来家，念念增长菩萨善根，不疲不懈，不厌不退，无断无失，离诸迷惑，不生切裂恼悔之心，去一切智，入法界门，发广大心，增长诸度，成就诸佛无上菩提，舍世间去，入如来地，获圣神通，诸佛之法常现在前，顺一切智真实意境。何等为实？一者，愿常供养一切诸佛受生藏；二者，发菩提心受生藏；三者，观诸法门勤修行受生藏；四者，以身净心普照三世受生藏；五者，平等光明受生藏；六者，生如来家受生藏；七者，佛力光明受生藏；八者，观普智门受生藏；九者，普现庄严受生藏；十者，入如来地受生藏。善男子，云何名愿常供养一切佛受生藏？善男子，菩萨初发心时，作如是愿：我当尊重恭敬供养一切诸佛，见佛无厌，于诸佛所常生爱乐，常起深信，修诸功德恒无休息，是为菩萨为一切智使及善根受生藏。云何名发菩提心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所谓起大悲心，救护一切众生故；起供养佛心，究竟成事故；起普求正法心，一切无吝故；起广大去向心，求一切智故；起慈无量心，普摄众生故；起不舍一切众生心，披求一切智监视假故；起无产狂心，得如实智故；起如说行心，修菩萨道故；
岂不狂诸佛心，守护一切佛大誓愿故，起一切志愿心，尽未来化众生不休息故。菩萨以如是等佛刹微尘数菩提心功德故，得生如来家，是为菩萨第二受生藏。云何名观诸法门，勤修行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摩诃萨，起观一切法门海心，起回向一切智圆满道心，起正念无过失业心，起一切菩萨三昧海清净心，起修成一切菩萨功德心，起庄严一切菩萨道心，起求一切智大精进行，修诸功德如结火炽燃无休息心，起修普贤行教化一切众生心，起善学一切威仪，修菩萨功德，舍离一切所有，住无所有真实心，是为菩萨第三受生藏。云何名以身净心普照三世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具清净增上心，得如来菩提光，入菩萨方便海，其心坚固，犹若金刚，被舍一切诸有趣生，成就一切佛自在力，修殊胜行，具菩萨根，其心明洁，愿力不动，常为诸佛之所护念，破坏一切诸障碍山，普为众生作所依处，是为菩萨第四受生藏。于何名平等光明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具足众行，普化众生，一切所有悉皆能舍，诸佛究竟境界境界，具足人法，成就诸佛法忍光明，以大精进去一切智，道于彼岸，修习诸禅，得普门定，净智圆满，以智慧日明照诸法，得无碍眼，见诸佛海，悟入一切真实法性，一切世间见者欢喜，善能修习如实法门，是为菩萨第五受生藏。云何名生如来家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生如来家，随诸佛住，成就一切甚深法门，具三世佛清净大愿，得一切佛同一善根，与诸如来共一体性，具出世行白净善法，安住广大功德法门，入诸三昧见佛神力，随所应化尽诸众生，如问而对，辩才无尽，是为菩萨第六受生藏。云何名佛力光明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深入佛力，由诸佛刹心无退转，供养成世菩萨众会无有疲厌，了一切法皆如幻起，知诸世间如梦所见，一切色相犹如光影，神通所作皆如变化，一切受生悉皆如影，诸佛说法皆如鼓响，开示法界贤令究竟，是为菩萨第七受生藏。云何名观普智门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住同真位，观一切智一一智门，尽无量劫开眼一切菩萨所行，于诸菩萨甚深三昧心得自在，念念生于十方世界诸如来所，于有差别境入无差别定，于无差别法现有差别智，于无量境知无境界，于少境界入无量境，通达法性广大无际，知诸世间悉假施设，一切皆是实心所起，是为菩萨第八受生藏。
于何名普现庄严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能种种庄严无量佛刹，普能化现一切众生及诸佛身，得无所畏，眼清净法，周流法界，无所障碍，随其心乐，普使之见，示现种种成菩提行，令生无碍一切智道，如是所作，不失其时，而常在三昧毗卢遮那智慧之藏，是为菩萨第九受生藏。于何名入如来地受生藏？善男子，此菩萨悉于三世诸如来所受灌顶法，普知一切境界次第。所谓知一切众生前际后际末生次第，一切菩萨修行次第，一切众生心念次第，三世如来成佛次第，善巧方便说法次第，亦知一切初中后际所有诸劫若成若坏名号次第，随诸众生所应化度，为现成道功德庄严，神通说法方便调伏，是为菩萨第十受生藏。佛子，若菩萨摩诃萨于此十法修习增长圆满成就，则能于一庄严中现种种庄严，如是庄严一切国土，开导事物一切众生，尽未来劫无有休息，演说一切诸佛法海种种境界，种种成熟，辗转传来无量诸法，现不思议佛自在力，充满一切虚空法界，于诸众生心行海中而转法轮，于一切世界示现成佛，恒无间断，以不可说清净言音说一切法，住无量处通达无碍，以一切法庄严道场，随诸众生欲解差别而现成佛，开示无量甚深法藏，教化成就一切世间。尔时蓝毗尼林神欲重明其意，以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最上离垢清净心，见一切佛无厌足，愿尽未来常供养，此名慧者受生藏，一切三世国土中所有众生及诸佛，悉愿度脱恒瞻奉，此难思者受生藏，闻法无厌乐观察，普于三世无所爱，身心清净如虚空，此名称者受生藏，其心恒住大悲海，坚如金刚及宝山，了达一切众智门，此最胜者受生藏，大慈普覆于一切，妙行常增诸渡海，以法光明照群品，此雄猛者受生藏，了达法性心无碍，生于三世诸佛家，普入十方法界海，此名智者受生藏，法身清净心无碍，普益十方诸国土，一切佛力弥不成，此不思议受生藏，入身智慧已自在，于诸三昧亦究竟，观一切智如实门，此真身者受生藏，净智一切诸佛土，勤修普化众生法，显现如来自在力，此大明者受生藏，久已修行萨婆若，即能去入如来位，了知法界皆无碍，此诸佛子受生藏。善男子，菩萨据此十法生如来家，为一切世间清净光明。善男子，我从无量劫来得是自在受生解脱门。
善财博言，圣者，此解脱门境界云何？答言：善男子，我先发愿，愿一切菩萨是受生时皆得亲近，愿入毗卢遮那如来无量寿生海，以悉愿力生此世界阎浮提中蓝毗尼园专念菩萨何时下生，经于百年世尊果从都率陀天而来生此，使此林中现十种相，何等为十？一者，此园中地忽自平坦，坑坎堆覆，悉皆不现。二者，金刚为地，众宝庄严，无有瓦砾、荆棘、诸物。三者，宝多罗树周匝行列，其根深植至于水际。四者，生众相牙，现众相葬，宝香为树，福书阴应，其诸香气皆御天香。五者，诸庙花蔓，宝庄严具，行列分布，处处充满。六者，园中所有一切诸树皆自然开摩尼宝花。七者，诸池沼中皆自生花，从地涌出，周布水上。八者，使此林中娑婆世界欲色所住天龙夜叉前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一切诸王莫不来及合掌而住。九者，此世界中所有天女乃至摩喉罗伽女皆生欢喜，个个捧持诸供养具向碧落叉树前恭敬而立。使者，十方一切诸佛其中皆放光明，明菩萨受生自在灯普照此林，一一光中悉现诸佛受生诞生所有神变，及一切菩萨受生功德，又出诸佛种种原因，视为林中十种瑞相。此相现时，诸天王等即知当有菩萨下生，我见此瑞欢喜无量。善男子，摩耶夫人出迦毗罗城入此林时，复现十种光明瑞相，令诸众生得法光明，何等为实？所谓一切宝花藏光，宝香藏光，宝莲花开眼出真实妙音声光，十方菩萨出发心光，一切菩萨得入诸地现神变光，一切菩萨修波罗蜜圆满智光，一切菩萨大愿智光，一切菩萨教化众生方便智光，一切菩萨正于法界真实智光，一切菩萨得佛自在受生出家成正觉光，此时光明普照无量诸众生心。善男子，摩耶夫人于碧罗叉树下坐时，复现菩萨将欲诞生十种神变，何等为实？善男子，菩萨将欲诞生之时，欲借诸天天子天女即以色界一切诸天诸龙夜叉前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并其眷属为供养故，悉皆云集。摩耶夫人威德殊胜，身诸毛孔咸放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无所障碍，一切光明悉皆不现，除灭一切众生烦恼及恶道苦，是为菩萨将欲诞生第一神变。又善男子，当尔之时，摩耶夫人府中悉现三千世界一切形象，其百亿阎浮提内各有都邑，各有园林，名号不同，皆有摩耶夫人于中止住，天众围绕。
悉为显现菩萨将生不可思议神变之相，是为菩萨将欲诞生第二神变。又善男子，摩耶夫人一切毛孔皆现如来往昔修行菩萨道时，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声，譬如明镜，即以水中能现虚空日月星宿云雷等相，摩耶夫人身诸毛孔亦复如是，能现如来往昔因缘，是为菩萨将欲诞生第三神变。又善男子，摩耶夫人身诸毛孔一一皆现如来往修菩萨行时所住世界城邑聚落山林河海众生劫数执佛出世入境国土随所受生寿命长短依善知识修行善法于一切刹在在生处摩耶夫人常为其母如是一切于毛孔中弥布皆现是为菩萨将欲诞生第四神变。又善男子摩耶夫人一一毛孔显现如来往昔修行菩萨行时随所生处色相形貌衣服饮食苦乐等事一一普现分明变了是为菩萨将欲诞生第五神变。又善男子摩耶夫人身诸毛孔一一皆现世尊往昔修施行时舌所难舍头目耳鼻唇舌牙齿身体手足血肉筋骨男女妻妾诚意宫殿衣服璎珞金银宝货如是一切内外诸物意见受者形貌音声及其处所是为菩萨将欲诞生第六神变。又善男子摩耶夫人入此缘时麒麟普现过去所有一切诸佛入母胎时国土园林衣服花幔涂香墨香幡增床盖一切众宝庄严之事祭乐歌咏上妙音声令诸众生普得见闻是为菩萨将欲诞生时第七神变。又善男子摩耶夫人入此缘时从其身出菩萨所住摩尼宝王宫殿楼阁超过一切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及诸人王之所住者宝网覆上妙香普熏众宝庄严内外清净各个差别不相杂乱周匝遍满蓝皮泥园是为菩萨将诞生时第八神变。又善男子摩耶夫人入此缘时从其身出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微尘数菩萨其诸菩萨身形容貌相好光明尽止威仪神通眷属皆与毗卢遮那菩萨等无有异悉共同时赞叹如来是为菩萨将诞生时第九神变。又善男子摩耶夫人将欲诞生菩萨之时忽于其前从金刚髻出大莲花名为一切宝庄严藏金刚为镜众宝为虚如意宝王以为其台有十佛刹微尘数叶一切皆以摩尼所成宝网宝盖以覆其上一切天王所供执持一切龙王降诸香雨一切夜叉王恭敬围绕散诸天花一切乾闼婆王出微妙音歌赞菩萨往昔供养诸佛功德一切阿修罗王舍娇慢心起手敬礼一切迦楼罗王垂宝增翻遍满虚空
一切紧那罗王欢喜瞻仰，歌咏赞叹菩萨功德，一切摩侯罗伽王皆生欢喜，歌咏赞叹，普语一切宝庄严云，是为菩萨将诞生时第十神变。善男子，蓝毗尼园示现如是十种相已，然后菩萨其身诞生，如虚空中现净日轮，如高山顶出于庆云，如密云中而耀电光，如夜暗中而燃大炬。尔时菩萨从母胁生，身相光明，亦复如是。善男子，菩萨尔时虽现出生，悉已了达一切诸法，如梦如幻，如影如像，无来无去，不生不灭。善男子，当我见佛于此四天下阎浮提内蓝毗尼园示现出生种种神变时，亦见如来于三千大千世界百亿四天下阎浮提内蓝毗尼园中示现出生种种神变，亦见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尘中无量佛刹，亦见百佛世界、千佛世界，乃至十方一切世界，一一尘中无量佛刹。如是一切诸佛刹中，皆有如来示现受生种种神变，如是念念常无间断。时善财童子薄比神言：大天得此解脱，其已久如？答言：善男子，乃往古世，过一佛刹微尘数劫，复过世数，时有世界名为普宝，劫名月乐，八十那由他佛于中出现，其第一佛名自在功德床，十号具足，彼世界中有四天下，名妙光庄严，其四天下阎浮提中有一王都，名须弥庄严床，其中有王名宝焰眼，其王夫人名曰喜光。善男子，如此世界摩耶夫人为毗卢遮那如来之母，彼世界中喜光夫人为出佛母，亦复如是。善男子，其喜光夫人将欲诞生菩萨之时，与二十亿那由他才女亦金华园，园中有楼名妙宝峰，其边有树名一切师，喜光夫人攀比树枝而生菩萨，诸天王众各持香水共以喜目，时有乳母名为净光，势立其侧，既喜目已，诸天王众授予乳母，乳母净受，生大欢喜，即得菩萨普眼三昧，得此三昧已，普见十方无量诸佛，复得菩萨于一切处示现受生自在解脱，如初受胎时速即无碍，得此解脱故，见一切佛乘本愿力受生自在，亦复如是。善男子，与汝亦云何？彼如母者，岂亦人乎？我身是也，我从世来念念常见毗卢遮那佛示现菩萨受生海调伏众生自在神力，如见毗卢遮那佛乘本愿力念念于此三千大千乃至十方一切世界微尘之内，皆现菩萨受生神变，见一切佛悉亦如是，我皆恭敬诚事供养，听所说法如说修行。时蓝毗尼林神欲重宣此解脱意，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佛子如所问，诸佛甚深敬，汝今应听受我说其因缘，过意差尘劫，
有节明月乐，八十那由他，如来初心事，最初如来号，自在功德床，我在金华园，见彼出生日，我实为乳母，智慧及聪力，诸天授予我，菩萨金色身，我实即捧持，地观不见顶，身相皆圆满，一一无边际，离垢清净身，相好以庄严，譬如妙宝相，见以自心庆，兹为彼功德，即增众福海，见此神通事，发大菩提心，专求佛功德，增广诸大愿，严净一切刹，灭除三恶道，普于十方土，供养无数佛，修行本誓愿，救脱众生苦，我于彼佛所闻法得解脱，一刹微尘数，无量劫修行，劫中所有佛，我昔曾供养，护持其正法，净此解脱海，一刹微尘数，过去十力尊，尽持其法轮，增明此解脱，我于一念请，见此刹尘中，一一有如来，所尽诸刹海，刹内悉有佛，圆中是诞生，各现不思议，广大神通力，或见不思议，一刹诸菩萨，住于天宫上，将证佛菩提，无量刹海中，诸佛现受生，说法众围绕，于此我皆见，一念见一刹，微尘数菩萨，出家去道场，示现佛境界，我见刹尘内，无量佛成道，各现诸方便，度脱苦众生，一一微尘中，诸佛转法轮，悉以无尽音，普语甘露法，一刹微尘数，一一刹尘内，悉见于如来，示现波涅盘，如是无量刹，如来是诞生，而我悉分身，现前心供养，不思议刹海，无量去差别，我悉现其前，语于大法语，佛子我知此，难思解脱门，无量一劫中，称扬不可尽。善男子，我唯知此菩萨于无量劫遍一切处，示现受生自在解脱，如诸菩萨摩诃萨，能以一念为诸劫藏，观一切法，以善方便而现受生，周遍供养一切诸佛，究竟通达一切佛法，于一切趣皆现受生，一切佛前作莲花座，知诸众生应可度时，唯现受生方便调伏，于一切刹现诸神变，犹如影像，悉现其前，我当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善男子，此迦毗罗城有侍种女，名曰瞿波，汝亦彼问菩萨云何于生死中教化众生。时善财童子顶礼其足，绕无数匝，殷勤瞻仰，辞退而去。浮城东记，童子南寻，百城烟水渺无垠，知时亦长轮，五十三人，一曲贺阳春。